压力。重视脑部神经异常病变，容易意识过放或丧失，可能单侧抖动一秒一次，持续一段时间后暂时无反应，必须立刻送医。这两个最大差别就是一个意识神经就跟这个还有同的，另外就是抽筋本身就是一个神经症状，意识不清楚造成混乱。关于孩子呼吸急促，医生提醒也别太紧张，如果正好发高烧，那么呼吸急促属正常生理反应，协助退烧即可。刚刚孩子呼吸较费力的时候，可能是呼吸道梗塞，应立刻送医。我说是，我上烧的时候，是谁？不是你问我，我好寂寞。抬头染热出现的症状，白带热有轻重缓急，医师建议家长参考建议多观察，主动和基层医师询问沟通，才能。